所以你动心了吗？我没有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我要看看你的眼睛，看看你有没有说谎。没有。赵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我事关父母。我要去找赵哥了。不用了，是我让赵哥带你出来。你让我来这里，就是为了这个。不止。你看，日夜有距离，尽是人间呀。我修炼爱情的下，我想还你一场灯会，再给你一个惊喜。我想告诉你，谢谢你告诉我你的苦恼，你的秘密。我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。人间无绝响，我迷恋爱情如同时光，赴一路蓝缕千年香，最初到最后的徐小二，继续删。哎，你说君老大可真是，我虽然说了祝福他，但也没必要这么奴役我呀。我堂堂风少阁主，自小学习伶俐，苦练修为，就是为了帮他君临渊给女孩制造惊喜，风力谷吹灯笼的吧。继续删。哎，徐小二，凭什么就我一个人忙着？你也努努力啊。编灯笼编的，我继续，我继续。